哎呀，今天好冷哦，冷得遭不住，受不了啊，冷的。今天中午的话，带那个太阳饭来吃吧，那太阳晒的太阳安逸。看看今天中午吃什么？好，炒的回忆嘎嘎，包菜炒回忆嘎嘎，今天中午吃。煮的酸菜饭，哦，那酸菜。太多了，那个全部是酸菜了，黑的。好多了酸菜。哎，还煮煮起锅巴了。好，那是老婆的，老婆来吃饭了，饭装起了。来了。帽子给下来。哎，你那炒的啥子啊？回家嘎，全部腌在一起了。喂，来，成坨坨了。今天那儿太阳晒起舒服，许安静了嘞。在那个车库里面地下室，太冷了，感觉。在那太阳照点太阳光啊，就暖和暖和一下。加水，我都在这边，我在这。儿子怎么还冷的哇？不是嘛？那回嘎嘎切的好大呀、啊！多有两个大馒头嘛？多有两斤呐，切切饭丝在的，如果那馒头可能就快些。要吃的肉啊，我喜欢吃回肉的。还有弄得多，快点吃啊！冬天都好好吃冷的。要多点菜。太阳都早就跑了吧？还跟着太阳去家冷了。